趁媳妇儿开车出门，我拿备用钥匙整整他。刚开始没觉得啥，对，一六七来了，我赶快回去。对，双飞，孩子就是孩子。呀呀再来一遍，哇哦，哎呦不行，我得下去。李婷，你快出来，你赶紧的。俺家这车这么低的哈，后备箱这么低的哈。我刚盖死，他又打开，怎么回事哈？你看，看好了啊。这不能盖吗？妈了，一会儿又开了，不是什么鬼。那不行吗？你看。哦，是哦。哎，怎么起来了？是啊，给你点海了哈。怎么能点海啊？这么低呢，这哈。我真服了呢。一会儿又开牌了，我都改好几遍了呢。哎，好个车，怎么一到你手上就有事儿呢？有人。你还真是哦。又开。我这边声音那快，又都急死了呢。那怎么弄？那怎么弄？这孩子，你这还怎么开哈？这怎么办哈？拿钱修呗，还是怎么办哈？这一个就得千把两千的，这我关键这是电动呢。怎么你好好还是摸的？拿钱，关键他妈你骑着明天去拿，就换开车，没有那手把非要开车，得多少钱哈？先拿一千。行了，哎，都给我吧你，开骑着明天去。不过你给我发音。嗯，那你快去吧你。有人给你。烦死了你！好，今天没人去了哈，赶紧去吧你。傻乎喊牛什么用你？你快点去哈！来不及，烦死了你！你就换开支，坐哪里就换开支呢？也不知怎么回事。好车都给你开嗨了，你能干什么？你那个好好去修哈，我指着你。行，我现在没人去了哈，快去呗！就到手了吗？对，哎呦！有人，小妹。